洪水来袭，他们伫立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用实力和行动铸就阻挡洪峰的铜墙铁壁。水情紧急，他们经受着各种险情的考验，用不怕牺牲的勇气守护着百姓的安全。我站在这个位置，安全紧要关头，抗洪一线如何履行职责，日夜坚守，形势严峻，防汛中枢如何坐镇指挥，积极应对，确保这一段堤坝万无一失。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系列节目《抗洪的日子》，全方位呈现抗洪抢险的精彩故事，敬请收看。安徽无为县港埠围黄嘴段出现险情，救援官兵紧急出动。这个有险情，我们村人就是我们走着自发，就是老百姓直接上赶，要进行保护他的家园，首先保护他家园跟这个农田，尽量减小他的损失。这维持一旦缺口坍塌，这个问题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村啊。午夜时分，防汛大堤上仍然在抢险加固，抗洪战役出战告捷。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5000亩以上的围口没有一个漫步，没有一个人员伤亡，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大源自然抗洪抢险的这个必胜的信心。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沪深股市今天仍然没有出现反弹。报告显示，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脆弱。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年六月份以来，我国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以及江淮西南等地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给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严峻的汛情考验着我们的水利防汛应急救灾体系。从今天开始，我们播出系列节目《抗洪的日子》，关注坚守在防汛抗洪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关注他们如何面对洪水，保护着身后的家园。今天呢，我们就先去连续遭遇特大暴雨袭击的安徽，看看那里的情况。六月的最后一天，在安徽芜湖，已经连续多天下个不停的雨突然加大了，整个天空就像裂开了一样，又一场特大强降雨倾盆而下。坐到里面。从7月2号早上8点开始，芜湖市南陵县一天之内降水量达到194.7毫米，在芜湖市区及周边4个县里位居首位。连续多天的强降雨导致南陵县境内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洪水无情，汛情危急，解救被困群众，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成了防汛抢险中的第一要务。安徽省芜湖消防支队的官兵紧急出动，在滔滔洪水中展开了一场场惊险的营救行动。快下来！上午10点30分，在南陵县北门新龙门路附近，消防官兵趟过齐腰深的大水，将被洪水围困的10多名群众营救了出来。在利民路荷花塘小区，2名八旬老人被洪水包围。救援官兵迅速制定了救援方案，成功将他们解救出来。7月2号晚8点，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在横岗大酒店附近，因为河水暴涨，2名老人被困在河中央的孤岛上。消防战士出动冲锋舟，将老人从岛上转移了出来。当天晚上10点，消防支队又接到报警，在南陵县吉山镇曙光村，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官兵实施紧急救援，将被困群众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7月4号，芜湖南陵县境内注入长江的一级支流漳河水位上涨到14.58米，超过保证水位0.58米。凌晨0点36分，位于围区内的九连黄金村被洪水团团围困，100多户民房全部被洪水淹没，水深将近3米。芜湖消防支队迅速出动抗洪突击队，30多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
他们驾驶着冲锋舟，挨家挨户展开搜救行动。经过6个小时的奋力营救，170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救出。鄂西河纵贯繁昌县全境，是繁昌河道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主河道流经繁昌县的繁阳镇和鄂山镇，被称为繁昌的母亲河。7月3号，随着降雨量不断增加，平日里碧波荡漾的鄂西河犹如变脸一般，水位暴涨。3号9点，鄂西河鄂桥闸闸外水位达到12.68米，超警戒水位1.20米，沿线7个村庄以及繁昌县县城情况危急。从6月底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导致安徽全省共有17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而芜湖境内所有的河流均超警戒水位。近200公里的长江大堤和2000余公里的内河围堤成为芜湖防汛抗洪的主战场。7月5号，芜湖将防汛应急响应预案由2级响应提升到1级响应，全市共投入各类抗洪抢险人员20多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员13.4万多人，驻守江河大堤的干部群众达到13万名。位于长江北岸的芜围背靠中国第五大淡水河巢湖，更成为芜湖防汛的重中之重。7月3号8点起，芜围县就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1级响应，截至7月7号，芜围县平均降雨量达到480毫米左右，境内记录到的最大降雨量高达535.5毫米，相当于一周内下了1/2米深的雨水。气象历史资料显示，此次暴雨是芜围县1955年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强降雨。60年不遇的暴雨，导致芜围全县20个乡镇全部受灾，275个村庄社区一半以上遭遇洪涝灾害。7月7号，当记者赶到芜围县时，这里的强降雨已经结束，连日阴雨天变成了艳阳高照，人们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洪水的威胁却并没有解除，因为芜围境内的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围口堤坝已经被浸泡了相当长时间，构成坝体的泥土变得松软，很容易出现管涌塌方等险情。芜围的防汛形势面临南北夹击、内外交织的复杂局面。在安徽的防汛格局中，芜围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它的南边是长江，北边是巢湖，境内河岔纵横，遍布大大小小的湖面围口，一旦这里失守，将给安徽全省的防汛带来巨大的压力。严峻的汛情就是警报，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抢险战斗在芜围的大地上紧张地展开了。7月7号，一个微信公众号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立即被网友刷屏。照片上的战士浑身泥水，正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搬起重重的沙袋。这名战士名叫李志超，是东部战区陆军第12集团军的一名普通士兵。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与战友们一起在芜围县石涧镇黄埠村黄城河西岸加固子弟。来，走起来，走起来，快点！来，快点！来，站在我这边！站着，站着，站着，快点！都往那边搬！来，二，快点，快点！压一下，压一下！来。两人合作，两人压。黄城河西岸距离最近的黄埠村只有不足200米，护卫着万亩农田和村庄。因为持续强降雨，导致村民房屋进水，村里的很多村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到了安全地段。但是暴雨过后，黄城河的水位这几天却始终没有降低。这天上午，黄埠村旁的一个围口突然出现了险情，因为河水高水位带来的压力，导致一处水闸泥土塌方。李志超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抢险的命令。一二，快点！来，
要不要剁，要不要，要不要剁。战士们肩上的沙袋每一个足有80多斤，泥泞的堤坝上，战士们踏着泥水不停地飞奔，这些沉重的沙袋最后落在了李志超的手上。站在塌方的溃口旁，李志超将沙袋一个个的垒叠起来，筑成一道新的防线。因为担心这里的险情进一步恶化，李志超索性也加入到了船运沙袋的队伍里。他一刻不停的脚步在泥水里留下了足迹，但又很快被战友们的脚印掩盖。那么再拉一点，着急。口号声和脚步声让救援现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而此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志超所在的连队突然接到命令，距离黄埠村10公里之外的岗部围黄嘴段又出现了大面积险情。他所在的连队迅速兵分两路，李志超和其他30名战士继续留在黄埠村完成抢险任务，另外77名官兵登上了卡车奔向黄嘴段。中央及地方政府求援在黄岗围方向，黄岗围方向发现险情。我就想知道那边主要是坐在车上，连队指挥员表情凝重，一路神情专注地望着前方的道路。哦，好的好的，那我明天了。现在的情况呢是水漫堤，比这边呢更为紧张，所以地方政府啊请求我们紧急调两个排过去去增援。半个小时的车程之后，12集团军的救援官兵抵达了黄嘴段现场。一下车，眼前的险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条大约200米的河道出现在眼前。远远望去，对面的河堤上村民们正在自救。在岸边等待多时的村民看到救援官兵的到来，迅速开了一艘小船，载着救援官兵向对岸驶去。兄弟们，今天要下雨了，你看到没有？临水面防洪，已经做好准备了。临水面防洪，你必须下水去打仗，啊！必须在下面找顺路，找顺路啊！啊，要把下面固住，尤其是我们临水面那个面，防洪那个面要固住。下去以后，我们待会啊，你们党员突击队组织好，准备下水，下面就找顺路。按照我们刚才的分工，展开。一登上岸，12集团军的救援官兵马上找来了村民，了解黄嘴段具体出险的险情。沟通之后，战士们迅速来到了险情最危险的地方，几名士兵马上跳入齐腰深的泥水中，将战友们递过来的沙袋压在水里采石加固。原来从7月5号开始，黄嘴段就已经出现了管涌塌方的险情，这次强降雨又使得大量洪水汇聚到了黄嘴段的围口。由于这里的堤坝全部都是泥土夯筑而成的，水位长时间居高不下，导致堤坝出现了部分塌方。那因为看着我们今天巡查都是有险情，我们村里人就是我们走着自发，就是老百姓这些上岗要进行保护他的家园，首先保护他家园跟这个农田，尽量减小他的损失。这维持一旦缺口宽塌，这个问题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村啊，我们村不信，我们村有接近5000人。面对黄嘴段出现的险情，石涧镇政府立即组织当地群众进行抢救，近200名村民昼夜守护着堤坝抢险自救。我这5000多亩田，还有就是大概有接近一千来户，在这个大围里面，这围口里面一道缺口，这个损失就是的非常损失非常大。起初村民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修复塌方的堤坝，但是仅仅过了一天，他们就发现堤脚下出现管涌的地方越来越多，塌方的面积也越来越大。
险情一旦扩大，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立即向部队申请救援。来，兄弟们！当战士们赶到黄嘴段的时候，当时正值中午，气温高达36摄氏度，在没遮没挡的大堤上，火热的阳光直射在每个人身上，晒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站在水里抢险的战士，头上顶着烈日，胸部却浸泡在浑浊不堪的泥水里，但他们却没有一刻休息。经过整整16个小时的奋战，50多吨泥土被战士们一袋一袋地填入溃口，黄嘴段的管涌险情终于被彻底控制住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叫滑坡，塌方，通俗的讲叫塌方，那它就是滑坡，那它也是由渗漏而导致的这种。管涌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是由渗漏啊，逐步的放大完了以后，它变成了管涌，那就像那个通道一样，逐步的也导致整个的溃堤。那个就很非常麻烦，所以要发现这个管涌，那我们这个进行克服。袭击无为的特大暴雨在7月2号已经结束，但穿行在乡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通向村庄的公路满是积水，一栋栋民房静静地立在洪水之中。路边的农田也浸泡在洪水里，只剩下庄稼顶上的一点点绿叶漂浮在浑黄的水面上。由于村民们大部分已经撤离，乡村里显得异常平静，但就是在这种平静的氛围中，却潜伏着各种险情。现在是7月7号的晚上11点10分左右，我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安徽省无为县，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无为县最著名的一条河，叫花渡河。这个位置呢大概距离无为的县城有5公里到8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我们沿途过来，大概有这个3到4处的塌方的地方。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尽管是艳阳高照，但是水位呢却一直没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几天前战士们堆起的这个沙袋，但是这个河水现在已经基本上快和这个沙袋这个上部已经开始持平了，所以战士们呢是今天下午开始到这个地方开始紧急救援的。他们在这个洪水当中已经浸泡了整整10个小时。当记者赶到花渡河救援现场的时候，已经时近深夜，但是十几名战士依旧站在河水中，奋力地接过沙袋，一个接一个码在脚下，加固堤脚。这个时候，战士们已经连续奋战了20多个小时，已经到达体力的极限。为了振奋一下精神，精疲力尽的战士们排成一列，一边搬运装满碎石的沙袋，一边喊起了口号。他们的声音回荡在漆黑的河面。阿田同，阿田同，阿妹子，阿田同，阿田同，阿妹子，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子，这样子，比天还硬，比大还强，向着大学世界开火，把一切。这个险情呢是中午啊，我们接到地方反映，这个地方呢出现了近50米的塌方，情况呢非常危急，我们迅速调集兵力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排险加固。照目前这个进展情况，尽管官兵们斗志昂扬，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进行加固，体力消耗非常大，目前比较疲劳。我们呢还要奋战一个晚上，保证最险要的地段险情得到排除。明天我们再进一步的调集兵力进行排险加固，确保这一段堤坝呀
万无一失。洪水来袭，他们伫立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用实力和行动铸就阻挡洪峰的铜墙铁壁。水情紧急，他们经受着各种险情的考验，用不怕牺牲的勇气守护着百姓的安全。我站在这个位置，紧要关头，抗洪一线如何履行职责，日夜坚守？形势严峻，防汛中枢如何坐镇指挥，积极应对，确保这一段堤坝万无一失？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系列节目《抗洪的日子》，全方位呈现抗洪抢险的精彩故事，敬请收看。对无为的防汛形势，当地水利部门用八个字来概括：临江靠湖，围口众多。从无为过境的河流，除了长江，其他的主要还有西河、玉溪河、永安河、花渡河、郭公河、黄城河。全县地防的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面积在1000亩以上的围口有72个，其中13个面积超过1万亩。严防死守，保卫家园，现在成了摆在无为面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关键的是，一个是无为县防汛救灾指挥部设在县气象局的办公楼里。从7月1号开始，每天早晨8点和晚上8点，无为县委县政府和第12集团军某部领导以及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会准时来到这里。这个被叫做一把手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严防死守沿河大堤，24小时不间断地对各个围口进行巡查。部队发布的总的指示是，所以军民融合，我们内河是参加2号洪峰，再加上1号台风，在9号就要影响50，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形势呢就更加这个严重了，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实际上巡视查询。这天早上的一把手会议结束还不到40分钟，无为县委书记西南山已经出现在泥岔镇长江外护围防洪大堤旁。在堤坝的下方出现了一处管涌，尽管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但是西南山对此并不放心。眼看着河水已经渗过堤坝，积水慢慢升高，西南山认为险情没有排除，随时要加强警惕。确保万无一失的啊！这管涌什么时候开始的？上午大概9点钟刚开始。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它是巡查的时候。对。这个你这样子，你在那个现场还要派个人指挥。村民介绍说，这道防洪大堤保护着长江外的护围，但因为有白蚁在堤坝里筑巢，导致土质的坝体被侵蚀。近期受降雨影响，长江无围段水位持续上涨，被白蚁侵蚀过的地方在江水的压力下松动，出现了渗水的管道，也就是俗称的管涌。幸亏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一幕让西南山惊出了一身冷汗。局长的这个帆给打一个盐水盆，实际上就是一个盐水盆，下面是2米，上面是1米，打多高就依他们来，这是技术上有刘局长去了。然后呢，就是行政上面呢，这是个统一指挥，现场指挥呢有沈正山，他是这里的老书记啊。然后所有的物料、沙石和船只的运输，由他书记书记来负责。长江外护围防洪大堤出现管涌绝非小事，在现场，西南山仔细查看抢险工作的每一道细节。碰到有疏漏的地方，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不留情面地当面指出批评。毕竟此刻的汛情已经容不得任何疏忽。我们会尽力，结果过来这个你自己干的，这个你自己干，跟公安讲过了吗？除了这个之外，你应该要吸取教训。所以我们左一强调，右一强调，要备料备料。你到现在这个体量都看不到料。他的那个站力全部在哪个站力？这多远啊？船也没备好。
现在不讲了，你把那把人赶快裹过来。你带我不仅这个先把这个想好，其他的井你带我愿意是撒尸，把那形容形状的废料。你这高学位还有的承包的。你这个马第二次航班还要来，你要早得很呢。四九站。好嘛。就几条船要运石子运沙，要放在这个形容形状。你否则你妈出现再出现类似的官员怎么办？好好。这个，派我到时候派纪委来督他。你到个就是如果没有，我这个部队给哪去呢？这个跟新版啊，他马新版过来，马过来，他不让马这个吴良那个那傻事的现场去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那你再去看。巡查围口和防洪大堤是西南山每天必做的工作。按照之前制定的应急预案，他这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做了一个工作分工，一个每天坚守在指挥部，随时掌握各处的汛情险情，另一个每天都前往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去仔细检查，靠前指挥。刚刚查看完长江外护围防洪大堤，西南山顾不上休息，两个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岩桥镇胡塘围大坝。听说这个大坝出现了几处塌方，西南山必须要亲自来看一看。是洪湖围在历史上遇到的就是所有的河流超保证水位，而且都是创历史最高。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我们的群党动员、全民行动，在广大干部群众还有我们解放军武警干在大力支持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打一场人民抗洪抢险的战争。尽管胡塘围大坝出现了几处塌方险情，但是西南山对群众自救保护大堤充满信心。这一天下午，西南山又前往两个堤坝进行巡检。夜里11点左右，他还没有休息，摸黑赶到了襄王镇赵王家宅围。胡围县最大的内河西河流经这个村子。因为雨停掉了，这样子汛情呢基本上处于稳定，但稳定呢，因为大地呢在高水位长期浸泡的情况下呢，往往呢更容易溃铺。这些本案呢虽然很小，很可能你只要发现不了，你就可以造成大体的溃铺。一溃铺呢，外体外的水和体内的水呢落差很大，那这个后果呢就真的就不堪设想。从暴雨过后的第一天开始，西南山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是这样。除了早晚两次不能缺席的一把手碰头会，其他的工作时间他不是在堤坝上现场检查，就是在赶往堤坝的路上，从未间断。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五千亩以上的围口没有一个漫步，没有一个人员伤亡，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赢这场抗洪抢险的人的必胜的信心。洪水来袭，他们伫立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用实力和行动铸就阻挡洪峰的铜墙铁壁。水情紧急，他们经受着各种险情的考验，用不怕牺牲的勇气守护着百姓的安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安全。紧要关头，抗洪一线如何履行职责，日夜坚守，形势严峻，防汛中枢如何坐镇指挥，积极应对，确保这一段堤坝万无一失。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系列节目《抗洪的日子》，全方位呈现抗洪抢险的精彩故事，敬请收看。在部队官兵干部群众连日的协力奋战下，无为的灾情总体得到了控制，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洪灾造成的损失。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才刚刚进入主汛期的关键期，这场防汛抗洪的战役远未结束。从13日起，我国中东部地区还将出现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汛情随时可能再次加重。受到洪水长时间浸泡的堤坝，也更容易发生管涌渗漏等险情。威胁远未解除，防汛抗灾将是一场持久战，容不得一丝松懈。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起来迎接下一轮的考验。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